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网络补血站，我是泡泡。呢位太空人喺国际太空站生活咗197日，先至重返地球。佢必须重新适应地心吸力，眯埋双眼，着上辅助装置嚟做行路练习。大家有冇諗過工作犬係點樣訓練嘅呢？以下係仲訓練緊嘅工作犬喺博物館第一次見到玻璃地面嘅反應。受訓嘅狗狗都必須喺年紀較細嘅時候盡量接觸唔同嘅環境，先至可以減少將來工作嘅時候俾新事物嚇親或者注意力分散嘅情況。I think she just wants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. There you go.这个是名为立体西洋镜的装置，当它快速旋转就会变成立体的动画。Hoş geldin. Karnım acıktı senin.土耳其呢个肉档每一日都会有流浪猫拜访，喺度对住啲肉喵喵咁叫。爱心爆棚嘅店主唔单止冇嫌弃，仲会喂唔同嘅肉俾佢哋食。佢表示见到猫猫食得开心，佢自己都好幸福。接下来我会整更多的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上 Facebook 给个 like 啦。